连根守护甲拯救的盼望彼得。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要纪念我，咱伫今仔日要纪念耶稣替咱受难。伫咱基督教内底上重要的节期是啥物节期？就是这个礼拜，就是受难周，毋是圣诞节。圣诞节耶稣会出世的意义，就是伊通过定时的四个话来成做咱的基督受难，咱的拯救。所以伫这个礼拜内底，耶稣通过伊生命上艰苦的一个礼拜，通过伊的死，通过伊行过上艰苦的这个礼拜，这个路，行过十字架，顶伫十字架顶顶死，来经过过我，成做咱救赎的恩人，这是咱基督教上特别的所在，嘛是咱互咱伫这个信仰会使徛。站在这个信仰的顶面，咱继续向前行的一个规律。所以这个礼拜，咱个称作圣周 （Holy Week）。在这个礼拜内面，咱共同要来纪念耶稣基督替咱定时的死，就亲像我圣花队所唱的：耶稣在伊要定时的死之前，向正阿爸合圣作会。做伙伫棺椁坐殿下内底，耶稣旁杯祝谢，咱纪念耶稣定时的死拍破。今仔日是甚物日子？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但是今仔日是一个，一方面咱亲像拄只，咱用西瓜、用手中、用天啊、用咱上联关系同款，天杯稳定真正真有够大。总是耶稣伫即天开始，咧进入伊生命内底上艰苦的一个礼拜。所以伫咱的周末顶头，嘛有特别提醒咱大家，伫受难周，咱用七个礼拜，用一款谦卑，用一款祈祷，用一款安静的心情，伫遮会使安静来思考耶稣基督的死，佮我含咱的关系。咱嘛邀请咱的厝边的人，咱家己，咱会使做一件代志，伫咱的生活内底，去思考耶稣基督替咱受难牺牲，咱嘛会使伫生活内底做一寡简单的实践。这实践有时啊真讲起来，会使对上简单的代志。你若是逐天有半点钟时间，将你的手机先甲关起来。伫咱今仔日的教会公道内底，伫逐礼拜啊，逐遍的即个受难周的时阵，内底拢有一个受难周的遮个查经，你将你的手机啊关起来，邀请你厝边的人，来邀请你家己，伫上帝的面前，伫救主的面前，伫耶稣基督面前，咱来安静，来读遮个经文，来思考耶稣基督的四个话。予咱的性命得到更新，也是你嘛会当用一款灵修的方式，比如讲咱逐天拢咧坐车，也是坐电梯，你会使其中用一礼拜来想看卖，咱放下咱家己的方便，来感受耶稣基督的受苦，咱爬楼梯的，哦，你也是身体会使。我一礼拜啊，拢卖开车，无来骑脚踏车上班，予家己无一点仔无方便，但是。让这个地球会使得到得到一寡的快乐，嘛会当予咱得到合耶稣三分之一啦。咱同心来祈祷。最后说，阮做伙伫这个长寿的主日，阮对今仔日开始到后礼拜日，主日过外日，伫这礼拜，我免含蓄你三工行一条，真艰苦，但是充满稳定五万。嘛是通过痛甲受苦，成做五万几何的道路。困求主通过你的话，成做阮的鼓励同帮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今仔日咱所看的伫圣经内底特别有讲到有几项特别的代志。第一项代志就是耶稣的受苦牺牲。伫这个礼拜内底，咱是要纪念耶稣的受苦甲牺牲。We welcome so many friends to come from another country to be our friend.
咱伫咱在座有真侪对国外来的朋友，啊，真侪咱的朋友，真侪咱的帮助。We keep remember the suffering and the sacrifice of Jesus Christ. We welcome you to worship and pray with us. 咱邀请这些朋友和咱做伙来遮敬拜，嘛伫咱和咱做伙来想耶稣的受苦和牺牲。一方面，咱嘛会使对遮来看到，对各外内面得到恩爱。上重要是，咱通过耶稣基督定时的死，的这条路的时阵，咱会使对遮来看到主，伊要所对咱讲的话，在这个话内面，咱得到上大的恩爱。耶稣基督不是足简单的一个代志，毋是亲像有一寡宗教高高在上，你爱去甲伊什么话啊？拍金牌，耶稣是骗你家己，耶稣骗你家己，成做咱和好的记号。所以今仔日开始，咱要行一条和耶稣基督同受苦，总是和好的路。所以伫这个礼拜内底，咱嘛爱家己来回想一寡代志。对咱可能也是一个挑战。那是咱行咱家己厝里的人，还是厝边啊，还是你的同学、你的同事，有可能有一寡冲突，咱可能爱用耶稣先甲家己定时一个，才最和好的记录。咱嘛行家己和好。有时啊，咱会感觉讲，上帝恩典哪会离开我？我哪会这么艰苦？耶稣拢知影。因为是定时的主，伊陪咱行过任何一条流目屎路，通过伊献家己，这个好好对咱有意义，予咱会受苦，予咱面对咱亲人死死，面对咱工作内底失败，面对咱家己有可能失恋、失业、失乐、辛苦白行这些代志的时阵，主陪咱流目屎，伊是决定。替咱流目屎，咱嘛将咱家己受苦，定时时决定和伊做伙流目屎，总是只有一个恩爱，因为耶稣基督有甚物话，伊有过我，这是伫咱的基督教内底足有恩爱、足有爱、足鼓励的所在。特别伫咱今仔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在四福音内底，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拢有记载。耶稣骑驴啊，你去耶路撒冷城，总是伫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记载上界特别。约翰用伊一款真特别的眼光来甲咱讲，伊所认捌的耶稣是甚物款的耶稣。咱看到约翰福音，若是你有机会看这圣经章。约翰福音所讲的魔鬼节的所有的意义，拢和耶稣的死有关系。记载伫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耶稣清气啊，这个误会的犯罪的圣灵，伊讲出伊伫什么时阵伫魔鬼节。佮另外一个代志出名的故事，耶稣伫加利利的海边通过伊啊。所行的神迹，但是有一个关键，有一个囡仔提出什么话？五弟兄两位伫迄个代志就发生伫什么所在？什么时间？我过者。第三个所在就是咱今日所读耶稣伫去耶路撒冷。所以咱若是伫历史顶头，定定讲耶稣伫世间活几年，啊，就是讲33岁，其中有最后3年做伊传道的时间，而迄个来源有可能是对约翰的传统来。因为伊经过三个半月，才多3年啊。但是这内底上重要，约翰甲咱讲，耶稣含半月是犹太人过节的节，但是耶稣伫遮拢表明伊的死，伊的牺牲，伊的受苦，含一般人咧想的讲也真欢喜，无啥共款。这内底就是耶稣要通过伊伫耶路撒冷最后的死割我。要完成伊拯救的任务，总是约翰福音，予咱看到一个真黑暗的代志。咱看咱的圣经伫约翰福音十二章的
第九十内底有讲到一件代志，就是进前耶稣通过一个神迹，互伊所行的拉萨路，耶稣阁为伊流目屎，会即个拉萨路过活。但是呢，真侪人听到即个神迹，想要来看耶稣，但是引起耶稣差不多爱去定时给杀机，因为即个宗教领袖、即个法利赛人是安怎，因嫉妒。伫咱看咱的圣经的第十二章的第十十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十那个独独只的这石头计无煞要害死耶稣咯，所以这内底其实充满人的嫉妒。耶稣惊神迹，因看耶稣感觉是啥物货，目空起来眼中钉。这个耶稣予伊只的宗教领袖的地位差不多全减落去。引起一夸，因对耶稣的嫉妒，但是连耶稣所拯救的人，耶稣落去嘛怨落去，所以因要来杀耶稣。但是耶稣刚知影这个代志，照理讲耶稣拢知影。那是迄阵耶稣会使做一个选择，伊会当刀片时间这条路，伊会使离开耶路撒冷城，伊也唔拢卖行家的人做伙，伊拢无代志。但是耶稣犹原徛伫伊来世间，特别是。伫约翰福音内底，特别甲咱足大诶提醒，耶稣是道成肉体来成做咱诶帮助。但是道成肉体毋是高高在上，伊是定时计，所以耶稣行即条路。但是即内底有人诶自私自利，有人诶骄傲，即点也是成做互咱诶教会、咱基督徒一个足大诶反省。定耶稣伫十字架是一个宗教领袖。有可能，伫咱即卖即个世代内底，虽然咱向耶稣真亲近，但是咱有可能啊，迄阵的宗教领袖共款，毋知影耶稣伊所做诶代志，有可能误会耶稣所做诶代志。咱正做下甲耶稣定性诶人，求主怜悯赦免。所以伫受难者记忆内底，有一个是咱诶自我诶反省。在自我的反省的内底，求主怜悯咱的罪，求主体谅咱的软弱，求主帮助咱会使谦卑，无亲像遮个人咧骄傲，连耶稣所拯救的耶稣路，伊拢感觉目空切。咱会使用一款互相包容、互相三谦的心，伫咱的社区、伫咱的教会内底，共同去学耶稣基督，伊的典范。但是伫即内底，耶稣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这是布利伊咧讲的讲法。但是呢，遮个群众其实刚知影耶稣伊是，伊遮个人对耶稣的期待，咱看圣经，因化耶因也遮个张手机化光何山啊，以色列的王，伊是引用啊诗篇十八啊一百十八篇二十五十到二十六十。但是遮个百姓群众感觉耶稣伊。这是要来成做一个王啊！拯救者应该是骑战马，威风凛凛，啊是讲啊非常的飘撇，啊是伫政治上有一个足大的改革，互因得到头版。但是约翰的读者而且写一真矛盾的所在，结果耶稣提是叫什么话？如阿囝骑如，就已经足垃圾哦，垃圾来听，搁骑。如我会惊，如我惊。耶稣是用上谦卑的形象来，所以引用圣经伫约翰的度假用撒加利亚，有用撒加利亚高经高才。伫这内底，产生予咱看哩讲，人咧受耶稣是民族救星，啊，亲像咱过去定定伫课本内底啊，有啥物民族救星，耶稣毋是。耶稣毋是咧想个政治领袖，嘛毋是政治的领袖，嘛毋是亲像啊！咱看啊，咱只有一个新闻，你们看到那个什么美国队长啊，啊是啥物钢铁人，毋是即款的超级英雄。耶稣是啥物货？耶稣是道，是真理。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咱做伙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恩典从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如
你儿子的荣光。耶稣的荣光是伊是上帝的囝，但是伊是上谦卑的形象。伊只要三年前人咧甲发言的时阵，结果伊惊是只女娃囝。伊完全拢无亲像遐个人共款，伊马上会使伫遐做最王的，但是耶稣不算。其实耶稣伫，若是照约翰福音的读者来看，耶稣有几下摆会使三千见面。拄则咱有讲，就讲五饼二鱼去遐，但是互五千人食饱。迄个时阵，大家看耶稣的时阵，想要叫耶稣起来做王，叫耶稣做名，但是点点离开米口一个人水平，一个所在，互人食饱，这是甚物货？经济、社会革命的开始，伊会使伫遐请做领袖，政治实际管理的领袖，耶稣不转。伊要成做心灵改革者，伊要成做牺牲的所在，这是耶稣上特别的所在。在咱的教会内底，有真侪提醒。这是1999年英国的教会界，包括圣公会、包括英国的信义会、联合教会等等的，因做一张海报。咱看到有一个吼，啊，第一张帽啊，叫一粒星，这是古巴革命领袖，这是千年人的偶像哦。还有这个三位，切格瓦拉，切格瓦拉，伊39岁就死，但是伊是甚物会？伊本来是阿根廷的人，结果伊学伊毕业了后，转走去行一个人叫卡斯楚，转古巴革命，转一变革命领袖了。啊，结果伊嘛生啊真漂白领导，哦啊，第一点叫贝雷帽安尼，哦啊有一粒星。啊，1999年的迄个英国的教会，因就是伫 April， 就是四月即个甚物会，过偌一受难手的时阵，因转做一个公告啦。伊就讲耶稣的形象是温顺啊 ，meek and mild， 二字符，温顺谦卑亲像耶稣，但是其实伊是用迄个革命领袖、世界出名革命领袖的头去改做神。但是要让我看耶稣的形象是讲，耶稣是用上谦卑、上温柔、上非暴力的方式，但是进行一项世界上大的革命，比这个切格瓦拉较伟大。耶稣不是通过武力，但是伊献自己。所以其实英国教会提醒咱家己的教会是甚物会？提醒迄个时阵的教会，咱行的是一条温柔谦卑的路，但是唔通袂记哩教会其实嘛是像耶稣共款，正做咱人心灵还是社会改革的一个动力、动力。所以，因的教会用安尼的过话者去提醒咱，卖把耶稣当作去看世间一般的领袖，但是咱反转来想，咱的教会家己本身的角色，咱看耶稣是怎样的款耶稣，咱跟对伊来行。耶稣伊会使行这条温柔谦卑，但是充满盼望改革的道路。咱的教会同款行这条路，这是英国的教会同1999年所做的一篇海报。同款，伊就是用亲像这款，伫约翰福音的12章用这款，一边是看耶稣是大君王，一边看耶稣伊家己看伊本身伊是徛牛啊进城的迄个谦卑的形象。用安尼做教会提示，但是伫即款的内面，咱今仔日伫受难主的一开始，伫遭受主的一开始，咱再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耶稣的荣光是甚物货 ？Can you see the glory of Jesus Christ？ 你看到耶稣的荣光，你会想到甚物？这就是咱今日所讲到的题目：荣光因跟苦难甲拯救的五万几何，伫这内底，咱来看耶稣的因跟是甚物货？人甲耶稣误解，何出耶稣是亲像，会使有信者，会使纠结咱心内的需要，会迄个文化。但是上重要的是甚物货？耶稣来通过伊的甚物货？伊的死过活来成做耶稣。眼光的记号，所以伫约翰福音一开始嘛，甲咱讲这个代志。约翰福音的第2章22节，咱做回来看，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记起他曾说过这话，就信圣经和耶稣说的。那赶快读咱今仔日的这段的圣经内底，毛讲到一点啊，第十二章十六节，耶稣的门徒根本唔知影耶稣伊是啥的这个真正意义，但是到约翰的度假，伊甲咱讲。当耶稣因光的迄个时阵，才会温度包括咱，咱看到耶稣，咱记得这个代志。原来耶稣是通过伊的四个话，真做因光的记录。伊唔是通伊的心者，伊予人对生命中特别透白，予人食饱，这是记录。但是上大的因光，伊超越这个世俗的关系，但是伊牺牲家己。所以耶稣一方面，伊献上伊家己的性命，伊会使告我，耶稣是神。但是耶稣嘛，真做活我的人，伊含咱共款会经历苦难和死亡，这就是耶稣阳光的记号。总是有人看这個，有人把看下，即个法利赛人，即个宗教领袖，伊就讲啊，咱看。十二章的第十九节，法利赛人三个讲，可见咱拢什么话，无采工啦。恁看，同世间拢去对呀，世人都随他去了。也真侪人要来看耶稣，其实是什么话？是为着要看耶稣行神迹。世间人对去，但世间人无了解耶稣的意义。但是对这法利赛人来讲，耶稣。亲像因的对敌共款，和因的宗教的地位本来真悬，马上怎互耶稣是比落，怎物仔怎，怎完全怎变作无有义。因心内嫉妒所反映出来，但是这点嘛真重要，是讲对这个人所看的耶稣拢互什么话，世间的人拢对伊去，其实耶稣的请求唔是当犹太人，是咱在座各位。包含无共款宗教的人，耶稣定时是定是单位的基督徒，请咱来注意，耶稣定时定是真会为着世间人，所以伫上重要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咱定定读到这段圣经，其实才有一个足大的应验。世间人，咱做回来读，上帝爱世人，对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世人，上帝不是只爱犹太人，上帝不是只爱我们基督徒的。所以你受人酒的时候，咱酒后来有这个更新周报，那你在这几个调整和咱厝边隔壁分享一下，上帝爱世人，伊替咱死，给耶稣一个机会啦，予耶稣一个机会好。过偌济时阵邀请你的朋友来，因为耶稣的死毋是替咱的，耶稣的死是世间人。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个代志，甚至的法利赛人拢看到这伊做袂到的代志，耶稣做到。也世间的人拢对耶稣，但足重要的耶稣伫遮，咱也伫受难中足重要的一段圣经。耶稣伊家己的牺牲真多，五人的经济，咱做回来念这段。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耶稣通过伊家己的四个话，咱亲像拢听，拢是伫耶稣伊所带落来的这个经济内底所画出来。我特别用一个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 mark 伫遮，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伫咱的圣诗内底有，咱的教会观就是甚物会？咱的教会就是通过亲像迄个白仔带的一块土地，通过听甲受苦。来吃做五万的记号，这就是今仔日咱过受难受、十受主日足重要的意义。咱常常在听这句话，我用新的概念给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
恁也伫安尼三听，恁也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也是。约翰的团体非常注重一件代志，咱要向人见证耶稣是盼望的记号，耶稣是拯救，耶稣是永光受苦。但是伫咱的信仰团体所要表达的，同款就是伫耶稣伫搬过侪晚餐，就是伊伫搬过侪的时阵，要定时的进行甲学生的交代，咱有一个新的概念。咱三听正人，咱永福教会伫遮，因为咱的三听，咱的厝边隔壁，咱的彰化，要对咱的知，咱是上帝，咱是耶稣也是。所以伫这点，咱来看的时阵，上重要的，耶稣伫受难中替咱的服侍，同款伫彰化地区，啊，咱的彰化基督教会伊就用这款的 mark， 这个 logo， 耶稣替学生洗脚，耶稣家己吃做迄粒种子，伊是替学生洗脚，就是伫搬过这个时阵，互相洗脚，耶稣去服侍用疼的记号。这是约翰福音内底七个信仰团体，予咱足大个反省。虽然看哩约翰福音，会使看讲伊含别个福音书啥物记载，耶稣的七个章丘，也是章丘节，也是迄个搬过节日声的记载，小可无共款，伊有足特殊个神学个见解。但是伊是一个啥物货？伊活出伊家己的特色。领受圣神的启示，但是有无予其他信仰的传统所影响，伊活出伊家己信仰的个别，这是咱爱做的代志。伫永福教会要活出甚物款的信仰教派，但是伊勇敢反省，去讲无共款的故事的时阵，其实是咧反省家己。咱有可能拢是各一拜个耶稣定心是一个人。伫即个漳州主任耶稣耶稣是城的遮个人，后来伊嘛是化工大家已经是是个来，何况遐的法利赛人嘛是同款。所以咱教会按不断伫改革中，特别伫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咱通过伫耶稣基督耶稣留下即款典范，特别伫约翰福音看到的，正做伊咱。讲家己的故事，但是来反省有痛、受苦、搁行动，嘛是像咱的教会同款。啊，我看咱的周报，也是其实这几礼拜，因为啊，牧师进前就甲我讲啊，要出国啊，请我来，所以我顶日嘛亲像要做演福的会友同款，专心注意看逐礼拜安志明兄所拍的遐YouTube。所以就知影讲，哦，咱永福教会即嘛，啊，正积极想要做社区的事工、关怀的事工。两礼拜前，牧师嘛讲千人的事工，伫顶礼拜是咱千名互相关心来对事啊，咱遮的啊真人的卡者，这就是听的记号。但是伫听的记号内底，咱有甚物款的行动伫今年的受难中，特别对咱的教会真特别。是安怎呢？今仔日是几月几号？四月初九。但是咱来看咱的周报，咱会知影讲，明天就是 tomorrow， 哦，明仔载1959年的明仔载4月10号是啥物月？诶，咱英国教会设立的日子啊。有一个教会设立的日子，我伫今年的受难周内底，我去登着，所以真特别。亲像耶稣介绍有一挂真特别的话，要请做咱的提示。甚至有人为咱的教会是这个形象是真安详，非常的温柔，予人感觉温暖的一幅图的同款。咱的教会伫咱的这个所在要见证什么话？是要予人看咱教会是一间厝真大间，啊，咱有真优秀的牧师，咱的信仰非常好，还是咱是真正有听？真做一个痛甲受苦，行耶稣这条，阳光受苦，总是予人得到拯救、盼望、医治的这个信仰团体的。特别要指出一个人，
对这个世界真大的提醒。这个人叫做Mintz， 这是德国的政治心学家，又讲一句话：教会的受难手内底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这个已经未去这苦难的这个社会做出一款的贡献。因为这个社会，让人未去这苦难的时阵，会成做甚物货？有真侪受苦的人，伊无法度伫咱的社会徛起，所以。逐年的受难就提醒咱的教会，咱领受上帝遮侪恩典，通过有意识面对苦难，咱为遐无受认同、受艰苦，也是伫咱教会内底，这个时阵有一挂人足艰苦的，咱去陪伴。也是有人伫这段时间，碰到亲人过身，碰到一恶担当的代志，伫受难受的时阵，咱行做伙流目屎。咱是一个知影苦难的教会，因为耶稣就是这款的模范。特别咱嘛为了几项代志祈祷，即几天咱听到叙利亚内战的消息，有小朋友有啥物话有毒气的攻击，啊，昨昏前几天迄个川普佫写微博，迄个俄罗斯啊等等的，啊，佮叙利亚总统阿塞德之间有真。这些全部总是人民受难，为着受难的人，咱会记得受难手，咱思考耶稣的苦难的时阵，请咱每一个人嘛替咱世界所遇到的苦难祈祷。咱唔免做甚物话，咱感觉咱点菜能力无够，总是有主帮助咱，咱至少知影为这代志祈祷。特别这个人是咱的兄弟李明哲，伊去中国叫中国考起来。先要讲咱的名字，伊的太太李静宇，其实伊太太讲起来，咱台湾其实比我较有一寡关系。这李明哲伊的太太的妈妈，其实是高雄秀山教会中心教会的会友啦。所以其实咱的教会搁较积极为着这个先生吼，唔知啥物原因从中国所考虑起来。这个太太因明仔载要去到北京，伊唔知遇到什么困难，咱替伊祈祷。而且咱看到有真侪人已经咧写救援的批，要去往北京的政府和中国，请因提醒讲，伫人权的顶头，你要注意一件代志。特别是受了救援，就祝福因带咱的教会。学习耶稣基督的方式，特别约翰福音所看到耶稣基督的现象，正做咱是一个听的信仰的团体，咱实践耶稣基督的概念，听的概念，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光、受苦、拯救，正做迄个五万的祈祷。恳求主帮助咱每一个人，伫这个礼拜内底，和耶稣同受苦的时阵，除了纪念咱家己。也是咱的亲人受苦，嘛你若听到一挂受苦的代志的时阵，咱感觉真无奈的时阵，将这款的心情放伫祈祷内底，伫安静的内底，和耶稣做伙行，受苦过我的一条路，咱同心来祈祷。有阳光，有灵命疼痛，嘛正做拯救，嘛通过受苦。定时给四个话来给我们看到五人主耶稣。感谢你通过约翰福音真特别的记载，给咱互我每一个人看到我家己内心的软弱。有可能我有时啊，亲像遐个宗教领袖同款，甲耶稣去一边定时给求主你赦免。有时啊，我嘛可能对耶稣你无讲太认识。总是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但是我可能亲像遐个群众同款，目目无明。所以感谢主，你通过你家己替我洗脚，你通过你邀请我成做你的学生，你接纳我的软弱，你赦免我每一个人的罪，你疼阮世间每一个人，互我得到盼望。那求主将这个盼望种子放伫我的心中，开大汉，互我。会晓分享，亲像耶稣你的款式同款。伫这个受难手，帮助你做伙行一条受苦，总是充满疼、盼望、过活的路。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